看天空真的灰尘一片，就连城市的长相都快看不清。为了拯救沦为空屋毒气室的台湾，中央计划要发给地方政府9.2亿的空屋基金。整个收的费用确实全部上缴到中央去，那只拨60%回来，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当地的问题。空屋法修法要将移动污染源中随由征收的空屋费，从原本的中央持有100%，改为拨给地方政府20%，但各县市该怎么分配，似乎又是另一场抢钱大战。那个烟囱就真的在台中，那个污染真的是在周边的民众感受比较深刻哦。虽说台中、高雄是空污重灾区，但污染物会移动，随风飘散，临近县市通通中奖。最大的燃煤电厂就在台中，第五大的就在麦寮，结果陈嘉华老师年底勾有买树的麦寮，买树的台中，给火力发电厂。你说要因为这样9亿可以真正做到空污的防治，这个当然打一个大问号了。我觉得可能加一个零都不够了。看起来这个空污基金已经变成一个选举绑桩用的而已了。火力发电厂污染重，地方政府忙着抢钱。不过工商大佬则认为，汽机车排放污染物才是问题核心。恐怕空污的最大的原因，恐怕还不是电厂吧？恐怕还是这个。很多这个汽车啦、机车啦这种东西，我们每个人能够多一点绿色生活，也在骑 T 背骑 T 背，这个搭公车。空污基金怎么分配才公平？政府可得好好规划，毕竟全台民众都在盼望灰蒙天空能够早日放晴。东森财经新闻杨丽两例台北从报道。